感谢粉丝们点赞和投币，感谢以下粉丝的充电，感谢木牛 JRHSD 海狸先生 CPUBE 能力不行水平有限熊大肥与熊小妹，欢迎报考哈工程学院，恭喜朱博上岸，南昌大学六栋镶嵌模型的充电，还右边粉丝充电，非常感谢。好，看这人开的房间啊，乡村双亡求败，已经39连胜了。哎呀，已经39连胜了，我们进来玩一下，对吧？他们两个人自称的是乡村双亡，应该两个人是开黑一起的，感觉呢有一点点傲慢之罪啊。然后我的队友是谁呢？我的队友是这个淡淡色，对吧？这个队友啊也是一个熟人，对吧？以前呢上过我们的素材，叫那个以前上我素材叫那个什么要大红警二哥啊，反正就是那个淡淡色，他也是看到了这个房间名进来的，对吧？也是想打这个房主，正好呢我们两个人配合一盘啊。他以前上过我的素材，好像上过几次啊。然后我们先跑开这个房主的地图，对吧？这两个房主呢应该是玩的还可以的，要不然呢怎么会说乡村双亡呢，对吧？这个乡村呢打 2v2 呀，可以出铁木也可以爆重工啊，但是前面呢一定要出几个牛，这个地图呢比较穷，对吧？我们先造3-4个牛，看看对手怎么说，然后出一个蜘蛛，出一个蜘蛛呢准备，你看我的队友还要去偷啊，我的队友带了一个防空车想去偷别人，对吧？这个地图呢如果你偷到了你就比较赚，没有偷到的你就非常穷啊，发展就变慢了。然后我们这个蜘蛛直接窜过来吃溜，哎，把它钻了。你看我队友的偷，我队友的花了1000多块去偷呢，结果被那个蜘蛛钻了，对吧？被那个蜘蛛钻了，他那个偷就浪费了啊。所以说这个地图的最好不要偷，除非是盟军，对吧？盟军可以去偷，盟军可以造双偷，就不怕那个蜘蛛了啊。那个苏军偷的话呢就不好偷，人家造蜘蛛就行了，对吧？然后我队友的牛车又被抓了，这边又来了一个蜘蛛，又要抓我队友的牛，甩个地堡，哎，甩个地堡帮队友呢缓解一点压力，对吧？这样我队友的发展就慢了啊，他被抓了牛又被抓了偷，他这个发展就稍微变慢了一点。然后呢我们就准备出高科技啊，你看他们下面两个人呢也造了雷达，对吧？也要出高科技，这个感觉打进攻的话，那除非是两个人一起的，如果我这个队友跟我开黑的话，我就不出铁木了，我就可以爆重攻。这个打团队赛呀、啊、一般呢都是要开语音配合，这样配合的就比较默契了。但是我跟我的队友的是路人，对吧？我们两个人没怎么配合过，跟他配合呢我不太信任他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直接造铁木啊，然后我再补一个牛。我感觉呢你看他们都6个牛了，这边5个牛，这个城隍是6个牛，我感觉我的牛在少一个，对吧？我们也补一个牛啊，然后大电厂一出来把小电厂卖掉。他们说他们39连胜呢、看像是比较厉害，对吧？我们准备把他的连胜终结啊，然后再把这个牛车拖过来采矿啊。现在我们铁木马上快好了，铁木好了以后呢就直接放到最后面啊，放到最远的地方，他们要想打我的铁木呢得靠近我们才行，不然的话他打不到。然后他们的铁木呢也同时出来，对吧？但是我队友铁木没出来呀，你看现在4个人下面有3个铁木，我队友的铁木还没有造出来，对吧？那么怎么办呢？赶快把重工甩到这个门口，再出一点这个大兵，他蜘蛛过来我们造大兵啊。然后我就先造一个基洛夫，先造个基洛夫呢让他们花钱造一点防空，对吧？等队友的铁木出来，哎，我队友的铁木终于出来了，但是我的队友的铁木比较慢，慢了个一两分钟问题不大，对吧？然后我造了基洛夫呢就导致我的坦克比较少，因为我出了基洛夫坦克没他们多，他们两个人要打我，对吧？打我我就在家里造辐射，哎，然后辐射兵一蹲先把他们赶走，再甩个地堡先守住这个黄色，你不要过来，你看住那个，你看住那个人，对吧？我们一人看住一个，你不要全部过来，哎，我能守得住，你放心，对吧？他这个坦克直接冲过来想打我的铁木装置，你看到没有？甩个地堡然后直接拦截，所以说这个铁木一定要放到最后面啊，他要打的话他要靠近我，靠近我你看坦克白送了，对吧？死了5-6个坦克啊。
然后我的铁木好了，我本来想给队友个信标让他冲，对吧？让他冲，我给他套铁木，因为我的坦克太远了，走过去比较慢。你看这边来打我们了，我赶快上来防守。我的队友其实没必要防守啊，他直接往他们家里冲，我给他套铁木就行了。但是我们没有开语音，对吧？配合的不够默契。我过来防守了，我的队友也过来防守，这样我的铁木只能用来防守啊。然后他们套了一波铁木呢，结果那个铁木没套好，把我队友的铁木给罩上了，对吧？哎，先把他们的坦克打掉，他们这样很亏的。你虽然冲进来想打我的铁木，但你这个坦克送的有一点多，对吧？你这个坦克刚才黄色送了一波，橙黄色送了一波，你们送了两波坦克，这样我的队友的坦克就比较多了呀。然后我们直接把基地卖掉，我队友的铁木好了，对吧？队友的铁木好了再打下面，我们就去打上面，或者两个人汇合也可以啊，汇合一起打重工，一起打基地。你看他们就是为了打我们的铁木坦克，浪费太多了，浪费太多了就顶不住了，对吧？你这个分兵啊，要趁其不备的时候分兵过来打我们的铁木，你这个强行冲就是用坦克换，你这坦克差距太大了，你守不住我们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抱在一起，哎，跟队友抱在一起，对吧？我这个队友打的还是可以的，然后呢他们就守不住了。你看红警双王已经39连胜了，球呗，你看就这也不行，对吧？打完了以后呢，我又看到他开房间了，他又显示一个39连胜。原来他们这个连胜呢是这样来的，对吧？累积上去的。